从此他就玩 iPad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这一年的电费还没有还，要怎么办呢？这样子下去不跳了。Hello， 现在方便出来吗？我有事情找你谈。好，等下见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什么事？想回去你的公司做推销员。周末你要回来？你去年不是跟我讲你不要做了呗？你讲太辛苦了不是？去年就去年嘛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要回去做。哦，这样子啊，这样 OK 啦。你上次不是推销那个 iPhone 7的？如果你能把我手上这家 Nokia 卖出去，我就让你回到我的公司做。哇，这样居然就怕嘴巴卖得出去哦？这样才能证明你的实力和水准嘛。怎样，做不做先？OK 咯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啦。我又回来了。看来这样子一定是很有钱的。喂，小弟弟，给我过来。我问你，你要不要买这一台电话？看 ，OK 啊。嗯。这个电话很好用的，打电话可以打两个小时哦。Sorry， 我对这个电话没有兴趣。喂，要不要买这家电话？切，你觉得我们要买你这家电话吗？看现在流行啊，用来画的，不用那种按的。切，这样烂的电话你自己拿回家慢慢用啊。这样子不可以嘞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才可以。中午不要做一个 promotion 嘞。OK 啦，就这样子哦。年轻人，你要不要买这家电话？现在我们有一个 promotion， 如果你买了这家电话，我会送你一个 charger， 走，很好哦，好哦 ，OK， 要不要买？真的没？喂，不错下吧，跟这个 charger。啊，是啊，买了会送 charger， 你要不要买？这样子的话，但是我没有兴趣哦。不要买就早讲啊，浪费我时间。哎，你不算是一个小弟弟吗？祝你在那边的。不要伤心，我会买新的一个给你啊，好不好？是咯，买了糖果就没有钱了咯。走。要买一个，要买这个。哎，老板。
你是不是有卖那个 Nokia 电话？是不是？啊，是啊，我有卖啊，你想买？可以给我看一下。这样子我可以用 credit card 吗？ OK， 可以啊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我可以买。好，谢谢，我可以支付。终于卖掉这一家电话了。哎，刚才那个人好像还没还钱呢。没关系啦，以后的路不管有多艰难，我都一定会勇敢的去面对。当长，当长，没错。讲 hello， 从 hello 开始。先翻杯出来嘛，哈。公羊。没几个，我这边买几个。你讲。来来来，走。没有关系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快点，快点，我 OK， 时间都在你手边，就去啦。守在这边，守在这边。